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在疑似涉及贪污案里面的格局大小嘛？严宽恒那一然不喜欢严宽恒。那基本上我看这个案子的时候，觉得至少这个老，因为他的助理的他的助理的人数，这个大家一百多方都没有出来咬他，这个都很清楚嘛。啊，你对照高宏安在法庭那个小钱，想办法去凑凑凑凑凑凑，我严家在地方上助理真的蛮百多个，一百多个有这么多吗？是地方上。 专门在跑地方的，他聘的助理真的是蛮多的、啊。对啊，哎、欸，光严光恒的资产用亿在算的，没有差距、啊。然后他们家里面请的助理服务人，我跟你讲啊，<过>他有的有的助理，好的助理，他们真的还请的私人请的时候给的钱还蛮高的、哦。严宽恒跟高鸿安这个案子其实蛮像的，也有伪造文书，也有贪污，差别是什么你知道吗？严宽恒应该对助理比较好。 助理愿意扛起来你，助理都是我干的。对，助理愿意扛罪，<對>是那你就知道严宽 <laughs> 恒和高宏最大的差别是高宏是个惯老板，严宽<闆>恒应该是对助理比较好啦。我我那个俊严宽恒的案子其实他。 他的案子其实比高安复杂，为什么复杂？哦、因为他有,有他有三个罪名，呃、国有啊，对占国有地三百三十一平这个部分，理费对，跟啊严宽恒在里面的辩护策略是说，我全部推给包商，我不知道。那检察官的讲法是说，经验法则，你家多了三百三十几平，这个你会不知道，你你的地基图，你的原本成本不用看了，你买你建那个房子你不用看。 经验上面概念经验法则，你不可能说你家占了国有土地三百三十一平，然后你全部推给包商，然后说你完全不知道你家自己多了三百多平，哎、你会不知道？包商是二百五吗？帮他多盖那么多？对，然后他他说他不知道，他呃、欸，对，严宽很告他告柯林，柯、啊欸、所以检察官就讲说科林这个是看法官的，说你符不符合经验嘛？你家多了三百多平，然后你不知道他哪里？然后是包商自己帮他盖、啊，对，然后突然包商帮他生出土地啊。是不？ 不太可能，这个是窃占罪，五年以下其实算没有很重啦。啊、嗯，窃占。另外一个是什么贪污罪？呃，杀杀入豪宅里面，他还有另外一个是伪造文书啊。嗯、为什么伪造文书？是因为当时大家有没有去报他杀入豪宅？很多媒体都去报，因为他要选举嘛。他说啊，你那个豪宅里面呢、啊，有这个啊、呃、什么违建啊，一大堆，违建没有本身没有刑责，但是因为这一个豪宅出了很多事情，所以杀入豪宅他就透过这一个啊、呃、林进福他以前的助理。 去买卖卖给这一个有一个张姓设计师，那这个这本来是有一个金流，说有一个四千五百四十一万的金流，就后来被检察官查扣完之后，发现说，哎、欸，这是假买卖嘛，因为你那个钱是来自这个张姓设计师跟严宽恒买这个房子买豪宅的房子，钱是谁出的呢？严宽恒的这个这個、有一点复杂啊、哦，要让电影讲清楚，因为哈、哦、可以想出这种办法，那就当搏巧了哈、哦。对，他怎么想呢？他说，比如说今天。 我的房子要卖给地影，哈<對>，但它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假买卖，表面上是一个买卖，<對>但其实呢，我先借一笔钱给地影。 啊、电影跟我借钱哦，借了四千多万哦，然后电影这样这笔钱来跟我买，对，是是啊，就是假买卖，哎，对对对，然后这中间多了一个叫做林进福的，他转手，所以在被检察官查到那个金流说，说啊，啊这个假买卖啊，是是所以我买,买卖是什么？伪造文书，最最严重的就是他跟高洪安一样有诈领助理费的问题，对，为什么会被查到诈领助理费呢？因为检察官跟法官申请了搜索票，跑去他们住家跟这个林进福他们的公司去搜索。 搜索完之后，找到账册，账册里面有一个记录，写代收立委薪资明细表。代收立、呃、一個林进福是严宽恒的助理，他代收立委的薪资明细表放在里面是，是你代收，不是你的钱嘛？你是要缴回去，有点像是这个大诈领助理费、人头助理的概念。这个多金额多少呢？一百多万，一百零八万。那一百零八万当然不是大钱，但是严格讲起来，它就是不符合减刑的规定的啦，超过了十万块以上。同众呃，同众燕为什么他会判？ 啊，三年十个月，七年以上的重罪判三年十个月，是因为他只诈五万块。有你在十万元以下，法院可能会给你说啊，你没有诈领很多。十万元以上，全部都是七年以上的重罪。那林进福的这个公司被查到说有代收利远薪资的明细表，里面还有相关注记说给严关恒看过，代表你去诈，你当人家的助理，你帮领了国家的钱进来之后，是帮严关恒代收。 当然，严宽恒去讲说他没有那个薪资，实际上是给林进福。林进福在户头是林进福的户头。对，林进福的账册是从林进福这边公司扣到的啦。那林进福也讲说，那个钱他也是真的拿去做自己的使用。但是因为账册是客观的证据，上面注记还是给严宽恒看过，这个客观证据很显然就在上面就已经很明确了。所以诈领助理费的部分一样是明天要宣判。严宽恒。 这个是比较重的，因为他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跟啊高洪安讨论的是一样的，诈领助理费的部分是一样的。所以严宽恒的案子有三个，一个是窃占国有土地，一个是假买卖的伪造文书，以及诈领助理费，刚好被扣到账册写给严宽恒看过，而且是带领他的薪资。好，严宽恒和高洪安这个案子我，我我插播一下哈，严<好>宽恒跟高洪安这个案子其实蛮像的，也有伪造文书，也有贪污，差别是什么你知道吗？严宽恒应该对助理比较好。 助理愿意扛起来，你看人家助理頭頭的真的真的，你有认罪，助理没有。对，从头到尾助理都是我干的對。对，助理愿意扛罪，是。那你就知道，严宽 <laughs> 恒和高宏安最大的差别是，高宏安是个惯老板，严宽<闆>、啊、恒应该是对助理比较好啦。那个君姐，我想要请教一下电影律师，因为大家对于严宽恒会诈领助理费这件事情，虽然我我之前也常呃骂他嘛，工坊嘛，是比较疑疑惑，因为老实讲，在地方，严宽恒是请超过一百个助理啊，那地方都知道、啊。 一百个，对，就是上百个助理啊，严家绝对上百个助理。<Wow>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在法官，因为我想问，就是电影律师的判断啊，就是说法官如果最后严宽他们就讲一句說，说我花的助理钱远远超过这个助理费。 我怎么可能有要去？要水乎又来了，对不对,对？就是说他会不会因因此这样脱身呢、啊？有可能啊，我要这样讲哈，因为他同时间请、哦、他同时间请的助理的费用的金额非常大，嗯、所以目前法院的见解，如果说刚才讲到未就是起诉贪污改判伪造文书的案例，有可能是用在这里，就是说我今天花的助理费用这么大，我诈领进来的钱哈，其实不足以支应。那法院的是说，你还是公款公用的话。 公款公用，嗯、请助理嘛，哦、其他助理。公款公用是有机会变成这样，哦、变成伪造文书的，但是要看，这也是看法官新证啊，因为法官新证是说，那一百多万后来拿来怎么用，他的金流是怎么使用，这个是关键。但我确定他没有买双眼皮贴啊？对，没有，能 <laughs> 没有贴双眼皮，<對>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他没有两个人在疑似涉及贪污案里面的格局大小嘛。 严宽的那一块，我虽然不喜欢严宽宏，但<是>基本上我看这个案子的时候，觉得至少这个老、啊，因为他的助理的，不不他的助理的人数，这个大家一百多个都没有出来咬他、欸這，这个都很清楚嘛。啊，你对照高宏安在法庭上面，他定的拢对头光啊，不部嘛，移拢滴咖喱工房先啊，双眼皮贴啦，洗头花啦，上面化妆先就你可以看得到，就那个。严、啊、啦，他用那个小钱想办法去凑凑凑凑凑凑可乐<樂>有没有可乐、哦？好，哎<唉>呀，张义夫来讲一下，你跟严家蛮熟的嘛。哎，你不要。 你所有什么关系？对啊，你你不过严家在地方上助理真的蛮多，一百多个啊！一百多个有这么多吗？三严严立敏的号称啊，大家号称号称啊。但是地方上专门在跑地方的，他聘的助理真的是蛮多。对啊，真的是蛮多的，这个毫无毫无疑问了。啊，你说一百零八万，因因为。 林靖福那一个问题是，他挂的一定是公费助理，对，否则没有没有贪污、榨财的问题。如果他是非公务助理的话，薪资是老板自己付。高鸿安的这个案子也全部都是公费助理嘛，所以你要说他真的，我也蛮纳闷的，就一个月四万，光炎光恒的资产用亿在算的，没有差距。然后他们家里面请的助理、服务人，我跟你讲啊，他有的有的助理。 好的助理，他们真的还请的私人请的时候给的钱还蛮高的哦，还蛮高的哦，所以我有一点纳闷，会为了这四万块去炸你？对，真的我很纳闷。但是问题是，刚才定仪讲了嘛，你账册上面如果是这样写，你当然会起人疑窦嘛。那现在唯一一个判定就是，你是伪造文书还是？ 诈领助理费会不会列进去是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诈领这一部分嘛？那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算他被判贪污有罪，他也是可以坐满任期啊，可以可以啊。那、嗯、因为他是民不一樣立委啊，民意代表没有这个问题啊。那民意代表是三审定谳啊，他是要三审定谳以后，呃，而且要吃多工钱他才拿走啊。 不然他没有这些这个问题，他跟高鸿安命运打不通，但是就是你贪污治罪条例，你就是以后不能选了。